降低血糖以及胆固醇。在未来呢，如果是能够从这个藻类分离出整个之后新的药物之后呢，将会造福更多的糖尿病患。在银藻里面找到一些有效的成分哈，那么可以经由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机制，那么可以同时降低胆固醇，也可以来降低血糖，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潜力的一种新药。目前从这些银藻所制成的健康食品当中就发现，每一天吃30颗，长期下来就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以及血糖。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人员也将会积极研究如何将银藻当中的活化因子制成新药，就希望可以有效的抑制高居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5的糖尿病。